安尼，阮的无为人，也是我无为人，我嘛无希望。啊，我讲讲着无，谈判啊，拢欠的薄年旧母，木年旧母。那薄年旧母是属于佛经内面啊，真实恶人恶人钱啊，恶人恶人钱啊，是无的。国印度位是无的，木年旧母是中国版的。你知影？那正式佛教、印度佛教的是讲藏人、藏人亲人，不是甲亲人藏对无关系。你看咧，释迦牟尼佛，他阮正是王子，伊卖做王，伊卖做王子，伊卖做王，伊离开伊无放落，伊无放落伊囝，伊是藏对六亲人。当去印度的佛教内面是无亲亲、无亲情的，但是来到中国时阵咧，中国是一个民族，是一个友好的民族，有孝道，一个宽大孝道，所以也到一个木莲酒母这歌声变出来，名人唔知影是啥落来。有一个人，伊看到伊老母会为古早做太树了，也伊落到地阴间，阴间为食苦，伊欲救伊个老母，所以甲写出一个伊何者恶鬼道啊！莫夫读经经了，莫夫真系硬是白，莫夫读圣经啊，莫夫阿咪经读诶。所以无救啊！其实咧，佛教咧好笑啦。伊去到中国佛经、中国佛教，去到印度、印度佛教，去到西藏佛教，去到日本、日本佛教，伊还无家己个，伊还未使参详个。只爱你心骨 OK 啦，你爱印度了解，你爱中国了解，你爱日本了解，你爱韩国了解。你知我讲个物件？日本那个日本那个好笑，伊个好甲歹势，袂用对白谈起来。爱拜师个，就开一堵，来看你做做咧。我要讲讲物件，莫数真啊清楚，因为莫数阿未拜新亚佛之前，阿未做莫数证，即等下我定念咧，念经我念五年啊，爱打悲咒啦，阿你我拢会晓啊。阿你我靠念个真啊济，但我感觉咧，我自己生命。无盼望，甲万都不接对人讲，如果明白我讲物件，我你讲你讲啥问题啊？哇，恁了三点五了啊 ！OK， 人生会一点美满，人生会一点圆满的，干那是一个关键的，就是咱的人，咱的人生干那来一刀了，咱一世人来一刀了，大家讲，咱一世人来一刀了，咱来一刀了，咱来到世间上来一刀了，所以咱爱听认真，爱听不，这个是真理，但是这。一般的唐人啊，的信仰内面啊，也是相信讲了紧啊，我会拐过来，我会投胎转世过来，我会做牛做马做狼过来，我会做甲做，我会做蚊过来，所以就是安分就偏掉，咱感觉咱的轮回啊，我甲讲啊，轮回物件是通的啊，我帮助侬啊，卖别读书啊，我就甲讲食素来啊。轮回不是死死的痛的，我答我就不了了。我是人胎，还是做咩？做禽兽咯，未做人啊？做都做好了，该做人个对嘛？啊，无做善，做歹就是未做人个对，还是做禽兽咯？我未到这世界有较好，明天会更好吗？这世界人讲这是文化病，这世界越来越臭了。有则派行一步甲派啊，你同意无 ？Hello， 同意哦。那教佛来讲嘅轮回，那是真来讲咧，应该哦，即世界上啊，人口会唔少，禽兽会唔多。但是即世界甲人讲一件，咱人嘅动物绝种咧，禽兽会唔少，人口会唔多啊？我讲对唔对啊？咱用头壳解，用头脑头脑想的，那是啊！你佛的轮回是真实的白解的，我唔爱相信，但是我未相信到，因为讲未通，因为可能看到动物是绝种的，无精的，禽兽无精的，人都会不济，人世界卫生组织嘛，问题头条是人口的问题，粮食短缺的问题。无够食，肥无够食，米无够，人口越来越侪问题，你知无？所以有遮侪物件，我白通，所以我经无经去
教，我未接受佛教的讲的轮回的这代志，因为是未通的物件哎。咱搁讲落去啊，哎，嘿，侬莫想讲啊，有第二道，侬莫想讲我死了后，我再找我囝孙替我料理。侬别安尼想，若是咱人安尼想来讲，咱人就未进步了，因为这是一种惊人的想法来。这种的想法，这种的想法，是咱做人做事是无啥，袂认真，咱有一个骄傲。